我下个月也想割了，我又不想播了。我下个月已经订了机票去海南玩。快把我的人拉走，我的魂，不是，快把我的魂拉走，我的人在俱乐部，带着我的魂也捋捋可走。以，我去海南 shopping 一波。那个腊肠吃多少了？还有一半。那你吃的够快啊，棒棒，挺牛的。你看到现在脸红就说一句话，高冷。屠夫在哪里啊？棒棒小木屋。啊。脸红声音还比较轻。你的腊肠吃的够快啊。那是。那不然你味道怎么样？对吧？我心爱的老杨的腊肠，味道还可以。他如果是纯瘦肉的话，很硬的。我们去年做的就特别就纯瘦了，就硬邦邦，根本咬不动。邦邦来了，这个嚼着就很累。来我这边了。嗯。要鸟说，我要什么鸟？我一个祭司，他能抓得了我？要的人就是这句话。我直播间的人呀、啊，玩祭司基本都是瞄的，简直在跟我开玩笑。我直播间基本上，我是我直播间的代表。曾以为我的粉丝个个都是人皇，没想到吧，粉丝全是拖后腿的，看不起我们呢。确实，我在内涵你，老苏白，你还不懂吗？你个小菜逼，要鸟说，不要鸟，这都不要。TXS 在。鸟，给给给！我操，你这鸟要的是个啥呀？我我是看，因为我不确定这个炸弹炸不炸得到我，它炸到我了，我才需要这只鸟。我操，救不了，我救不了，太远了。那你就别救了，先把外面的电机点掉。嗯，他丢遥控炸弹丢，他要遥控炸弹丢先知，已经捏在手上面了。准备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！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！先知，他总是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留下。你电机点完以后再过来，有机会顶鸟撞一波。你要给到前锋，前锋撞一波，撞的晕就救，撞不晕就别救。必须撞的晕。为了大帅，我豁了命，我也要给他干晕。他回来了啊！他回来了。嗯，最好是你要给到那个前锋，你要给前锋，你要不要鸟？不需要鸟，不需要鸟。我操，那没事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救了，别救了，别救了。行不行，大帅？行个毛线，这有啥用啊？哎，他抓你了，那好像有点用。没有，他在抓你。没抓我，抓你了。先知电机能点掉吗？有一颗遥控雷。这邮差在干嘛呀？才1%的电机。不是你那波撞不晕就不用救了，没有太大的用处的。不不不，拖了一台电机，你没发现？差不多的。抓先知去了，我看一下。你是真的白给啊，老杨！我操，我给你一拳，要不是上了第一把热身。老杨还剩多少球啊？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，那你就吧。嗯，电机70%。好的。但他能干扰一会儿，你还是拉球过来吧，我帮你看着呢。他并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拉拉拉拉拉拉球来，你这不拉球不行啊，你不拉球搞不定啊，你这白给，哇，你这是真白给，你这个前锋。还是教自己的，邮差这边
那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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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当时那个得听我的安排，你听我指挥行不行？你看我没球了，就咋听你指挥拉球？啊，没球了，没，不是你要听我指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指挥的都是有道理的，我叫你别救你就不要救，不要因为我们两个的友情而去破坏整个场面的局势。这把就是老杨对吧？用情太深，我懂的。没办法，被情伤，就是被情所困，所困，对对对，被情所困，已经被情被情已经搞得不知道迷失了方向，已经迷失了方向。没错，哎，完全没有了战斗欲，没有战斗欲的前锋不是一个好前锋。情场浪子，只怪用情太深。对对对，太对了。哇，我这帮帮你圆的好不好？太好了啊！